今天做甜正烤茄子穆萨卡，橄榄油里小洋葱、蒜末、百里香、猪肉末、番茄丁、番茄酱，不是番茄沙司，加一碗水、盐、胡椒、肉桂粉，收一下汁，汁收浓后关火待用。土豆和茄子切片，茄子里加点盐，放15分钟，让它出水。用橄榄油两面煎一下土豆和茄子片。70克黄油，融化后加70克面粉，不断搅拌，把面粉炒熟，大概3分钟。700克牛奶，分几次加入。最后达到这种状态，关火，加盐、胡椒、肉豆蔻、帕姆森芝士，摆置完成了。烤盘底部刷橄榄油，先铺一层土豆，再铺一层肉酱，再铺一层茄子，一层肉酱、茄子、肉酱，最后上面再铺一层茄子，盖一层白纸，最后撒上芝士，180度烤40分钟。那这个穆萨卡就是希腊最代表的美食，就和意大利的那个千层面有点相同，就是用茄子而已。然后就传统，我今天用的是猪肉，因为物资有限，但是传统是用牛肉或者羊肉磨的，很好的一个美食，很适合做这样一大盆，然后切冷冻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进烤箱就可以了。今天给黑米也准备了一小份。